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主教练秦俊鼎同志为男子团体冠军颁发奖。 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主席、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伯良先生为男子团体冠军颁发以上2021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龙旗龙杯。 小鱼先来，一个一个，你们别站后边，别站后边，让开。来 ，OK， 快，终于，快，挺沉 ，OK。 哎，你奖牌都加上了，是不是？OK， 刺激，他们全穿了，肉鱼往旁边。OK， 两位，胖了，哎我操，那咣当的。OK， 这样说完了，啊，你还有个行，来。
我们自己照，自己照，咱们照不全，对，这人他能拍你，该拿走。这人脚筋那个杯没有那么结实，挺注意的。你拿，小个帮忙。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吧。什么筋啊？这个，脱底的，脱底的，脱底的，行，行，来。